吃早饭吧。雨轩小姐，你怎么来了？你不是说没有我在你身边，你就没有办法雕刻吗？况且，今天要讲马上就要开始了，我想陪你雕刻。我昨天不是跟你说清楚了吗？我对你的感情不是爱。 一下吗？我的性格本来就是这样。
你看看这里，还记得吗？这里呢，是我们第一次表白的地方。你跟我表白？拜托，把你的字类收一收好吗？我跟你表白，绝对不可能。以你现在的记忆，我们之间发生过你意想不到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。然后呢，我们就在一起了？当然没有，因为我拒绝了你。你拒绝了我？怎么样，是不是也没想到啊？这种话的可信度几乎没有，不可能有女人会拒绝我。你不会是趁我失忆故意在这编故事吧？那这样吧，我们打个赌，要是有一天你想起来发现我说的都是真的，你就欠我一次，到时候不管我有什么愿望你都得答应我。好，我不相信我会做出这种事。那你就等着被打脸吧，老板。你想进去？是啊。这里只有故事，只有故事的人才能进去。我知道。你怎么知道？因为是你同意我进去的，你也没想到吧？我怎么会做这么不理智的事情？大概这就是陷入爱情里的人的样子吧。当时你说，雨轩，我也是后知后觉才发现，我是因为喜欢你，想见你，才想让你留在我身边的。不是因为雕刻，也不是因为祖训。你为了让我不放弃雕刻，为我做了这么多，我非常感谢你。我想让你留在我身边，是因为我喜欢你，我想守护你，不是因为雕刻，也不是因为祖训。我终于明白那些梦是在告诉我，你，荀雨轩，是我的命定之人，也是我的人间理想。这是我雕的，我怎么会雕出如此粗糙的东西？是因为车祸吗？你想起来了？没有。那你可不可以帮我一件事？好。
我能请你跳支舞吗？好像也没有别的选择。还是先回去吧，走吧。星星洒向银河。来，喝杯牛奶。放桌上吧，我一会儿喝。刚热的，一会儿该凉了。怎么样，你男朋友够机智吧？那还不是我调教有方。对了，我明天要去趟学校。好。明天可是周末哦。对啊，我们一周一次的约会任务还没完成。啊，可是我这周好像没有时间，下次吧。哎，可惜了，可惜了呀。可惜什么？明天嘛，我们毕业典礼要拍毕业照，原本想让你陪我去的，既然你没时间，那就算了。那我就跟同学们去唱 K、吃饭。聚会要是喝酒的话，我们就住宾馆了，你就不用等了。聚会？男女生一起吗？是啊。明天我没事儿，可以去。说实话，我还挺想重新体验一下学生时代的感觉，就这么决定了。哦，对了，那我还得给你准备一个毕业礼物，你想要什么？礼物啊？还有礼物呢？那当然了，毕业可是大事，当然要买礼物纪念一下。我什么都不要，你陪着我就好。是乖。不要像摸小孩一样摸我。好好好，你怎么那么可爱？走。给。谢谢。你今天怎么没去陪顾彦成啊？顾彦成说他今天休息，也给我放一天假。说真的，顾彦成做老板没话说，放假也给工资。你这几天没去也没扣你工钱，但是作为男朋友就不敢恭维了。你知道吗？这几天我带他去了很多我们以前有回忆的地方，可是他。慧心，我真的都要对自己没信心了。雨轩，你的新人来了。
看来白冰对你还是余情未了啊。你别乱说。白冰，你怎么来了？听说最近有叫花儿飞火的电影挺火的。那为了感谢上次你那么耐心给我讲故事，这电影我请了。慧心，我们一起吧。这种商业电影毫无营养价值。顾彦成，你不是说今天休息吗？怎么来这儿了？我说休息也没说在家休息。顾彦成，我不允许你再伤害徐云轩。我伤害他？他为你付出的已经够多了。我说过，从此由我守在他身旁。你是他什么人？他凭什么听你的？那你又是他什么人？你又有什么资格管他？我是他老板。白冰，我有东西要给你。白冰，手帕还你。只见新人笑，哪闻旧人哭啊。其实你误会了，我跟顾彦成已经和好了。和好了？他记起你了？没有。既然没有，那他就更没有资格管你的事情。那就不用你操心了，徐宇轩正在帮我恢复记忆。那你觉得有用吗？你有一刻记起他吗？还有一段时间就。我接电话。喂。喂，我到了，你在哪儿？我去找你吧。好，你在那边等我，我去接你。好，我先走了，女朋友到了，拜拜。婉宁，怎么这么看着我啊？这样穿不好看吗？好看，只不过我第一次看你穿学士服，突然想到你竟然还是个学生，有点羡慕。早知道我今天就不穿成这样来了，显得姐姐很老似的。你哪里老了？你在我眼里就是最美的。为了表扬你，百忙之中抽出空来陪我约会。嗯，特意给你准备的惊喜。这什么？走吧，跟我走就知道了。怎么让我穿成这样啊？想和你体验一下甜甜的校园恋爱啊。你怎么这么可爱？不行，我要把这一刻记录下来。不急。这位女士，作为你的男朋友兼导游，现在由我来带你进行观光，体验一下甜甜的校园恋爱吧。看来你平时没少带女孩子骑自行车。哪有，就那一次好吗？谁啊？还能有谁？当然是我姐徐雨轩。这也差不多。不过这种场景我在大学的时候还确实没有体验过。来吧，下来吧。从现在开始，这个位置只属于我女朋友。坐稳了，走喽。哎，两位，这边是我们学校的拍照圣地，需要合照一下吗？为什么这里是拍照圣地啊？因为……哎，两位看一下，好看的。嗯。这次一定可以。
是认错人了，不可能。你不是玉轩，那你是？小女子名为白若曦。白若曦，难道你就是那仙女腾天途中之人？公子为何有我画像？那画是我故事传下来的，我不知道那画从何而来，但我故事先祖。 让我们守护着画中之人。难道要守护的就是你？那公子为何又要守护我呢？千年已过，这就无从得知了。公子刚刚唤我雨轩，听上去像是一女子芳名。是，你跟她长得一模一样。那她可是你所爱之人。 顾远城，我终于找到你了，我们回家吧。好。你醒了？我去叫医生，你等我一下啊。口渴。口渴是吗？我给你倒水。顾远城，你记起什么了吗？什么？我问你，你记起什么了吗？白冰，你别问了。 顾远城才刚醒，你让他休息一会儿吧。来，喝水。喂我。喂你。好。来，慢点。小心。慢点喝啊。 既然时候也不早了，
就不辛苦白总了，白总不如早点回去休息吧，这里雨轩留下来照顾我就好了。白斌，你先回去吧，今天你也辛苦了，我留下来一个人照顾他就可以了。我送送你。还想喝水吗？扶我躺下。再休息一会儿吧。对不起。为什么要跟我说对不起？这次是我太着急了，总想让你快点想起我，没有顾虑你的感受。你放心，我以后不会再逼你了，也不会再打扰你。小傻瓜，还没看出我恢复记忆，再逗逗他。那这次你让我晕倒了，打算怎么补偿我呢？补偿？好，你想要什么？那以后就留在我身边，当我的贴身助理。我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，我不让你离开你就不准离开。好。那现在你送我去雕刻室吧。现在吗？你才刚起来，还是要多休息一会儿的。你刚刚答应我什么了？都听你的，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。那我去准备一下。嗯。你怎么不走啊？我也帮不上什么忙，就不进去了。我就在这儿，你有什么需要就叫我。从现在起，你要无时无刻的陪着我。陪？你就像以前一样在这儿陪着我就行了。老板，你的这尊仙女感觉跟藏品阁的那尊很不一样。虽然我不懂，但是感觉已经超越了那一尊仙女。下周正式比赛就要开始了，我会尽快完成收尾工作。至于你，必须每天留在这儿陪着我，以后闲杂人等一律不准进来，特别是那个白斌。知道了。
顾总，你明天想几点去雕刻馆？我来接你。你今天就住这儿吧。这，我说了，每天陪着我，无时无刻。可能是雕刻时间太长了，手有些酸麻。手麻？要不要去医院看一下呀？不用了。唉，我估计明天早上起来肯定会更疼。不知道明天还能不能雕刻。嗯，要不然我帮你按一下吧。你？嗯。你放心吧，我从小就帮我爸按摩，他是出租车司机，每天要坐很长时间，经常腰酸背疼。哦，行吧。嗯。鼻子上脸了，老板，你到底哪儿不舒服呀？你给我指一下行吗？这。哦，这儿啊。嗯。这是个穴位，得要用很大的力气才能有效果，稍微有点疼，你忍一下啊。嗯。啊。哎，丁，你干嘛？必须得忍着，这个穴位就是要很大劲儿才可以。我丁，